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陈丽。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子，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随着，随着，科学，科学，技术，技术，发展，发展，原来，原来，记，记，网站，网站，任何，任何，消息，消息，直接，直接，交流，交流，地球，地球，海洋，海洋，到底，到底，方向，方向，估计，估计，表演，表演，场，场。好的。Let'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 随着 along with. For example,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世界正在越变越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成熟了。原来Original, formal. 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发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就到了。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好，来看第一段话。 The first passage.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世界正在越变越小。相距几千公里的国家，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不过 means only here. 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发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就到了。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现在有了网站，任何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和全世界的人们直接交流。At the first time, 在第一时间 ,whole world, 全世界。所以人们都说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子。Now normal speed.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世界正在越变越小。相距几千公里的国家，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发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就到了。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现在有了网站，任何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和全世界的人们直接交流。所以人们都说地球
变成了一个小村子。好，现在回答这些问题。一，根据这段话，现在人们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people now, 联系少了，交通更方便，活动范围小了，不关心新闻了。答案是交通更方便。二，地球变成了小村子，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好，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对话。先看问题。Let'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 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Mood 得意紧张吃惊着急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 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 海洋公园到底是不是在东边呢怎么还没到方向肯定没错估计再有几分钟就到了吧再晚了，我们就来不及看表演了。别担心，下午还有一场呢。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我们来看对话里的难句。Let'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 海洋公园到底是不是在东边啊？到底 ,on earth, after all.我们都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下午还有一场表演呢。场 is a matter word. For example, 一场电影一场游戏两场球赛。让我们再听一遍。Now listen again. 海洋公园到底是不是在东边呢？怎么还没到？方向肯定没错，估计再有几分钟就到了吧。再晚了，我们就来不及看表演了。别担心，下午还有一场呢。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现在请你回答这个问题。Now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答案是 The answer is 着急。因为她说怎么还没到？再晚就来不及了。我们复习一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即网站任何消息直接交流，直接交流。地球、海洋、到底、方向、估计、表演、场、一场表演。从我家去北京火车站，应该往东走。从你家去火车站，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再见，下次课见，加油。